阿宽他爹啊，前些天得了瘟疫去世了。他娘今天也给埋了。你们先给阿宽弄点吃的。思远兄还等着我开会呢，具体的事情等晚上回来我细细的给你们讲啊。阿宽啊，你在这里要听话啊。 那我先走了啊。戴先生，你们不是满街的贴告示就是敲锣打鼓的吆喝，而且还闯到人家家里去抓瘟神，这搞得镇上是人心惶惶啊。这如果满街上都是瘟神，那咱目睹。 不就成了活地狱了吗？啊，太不像话了啊！不，各位，这些天镇子上染病的人是越来越多，每天都在死人，药铺断药，连棺材铺里的棺材都被抢光了。我们怀疑这是一场瘟疫流行，如果不加以控制，那咱们木渎镇就真的变成活地狱了。哎呦！ 我从小到大，在木渎镇大大小小也经历了不少的劫难。我记得光绪年也闹过一次瘟神呐，哎呀，死人无数啊！那个时候，那县太爷那是天天请人做法事，祈求上天保佑，这才转危为安的呀。是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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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啊。县衙门为什么连和尚都不请啊？ 我虽然没什么大学问，但是也吃了这么多年的米了。我从来就没听讲过跑到人家家里去抓瘟神，真是骇人听闻呐！哎，人家好端端的在家里躺着，怎么就变成瘟神了？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太不像话了。再讲了，人吃五谷生百病，哎，如果生点病就成了瘟神了，那。 那满大街不都是瘟神了？那满大街不都是瘟神了？哎，你们这县衙门，不就成了阎王殿了吗？对呀，对呀。米老板，米老板，你不要搞错了，我们不是在抓瘟神。那你们把生病的人都抓走做啥？我们呀，是想把得病的人和没得病的人给分开，啊，尽量不让他们接触，这样的话，就不会互相传染的呀。岂有此理！
生老病死都是天数，哪里有人理会天的道理？人家阳寿将近了啊，你们却把人从家里抬出来，不许亲人照顾，还想什么不会相互传染？哼，我问你，你要生病了，想不想要亲人照顾？啊，你们这样做就不怕遭报应吗？对，对，秦法师，秦法师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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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米老板，您句句都在理啊，您见多识广，那您讲现在这种情况该怎么办？秦法师，做法师，屈瘟神。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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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秦法师，屈瘟神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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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米老板，哎，刚才您也说了，人生老病死是天数。 那我问问您啊，庙里的法师可是天天吃斋念佛的，为什么也没避得了这个瘟神呀？啊，你们每个人都讲一讲。诸位，我晓得这有违人伦，可是如果我们不把生病的人集中起来，那就会有更多的人去染病，瘟疫横行，目睹已经到了生死关头。 非常之事，当用非常之法。我希望你们回去之后，能够劝劝你们的亲朋四邻，如果有人染病，一定要告诉我们，切勿隐瞒呐。如若不然，当以窝藏之罪论处。 小次了，老子还要给你洗澡。哎，别动！水生，好好洗，一定给他洗干净，把所有的脏衣服都拿出去烧了。哦，晓得了。来，佩罗。那个该死的赵一红，脑子一热就把阿坤领回来，不然我们怎么办？ 子欣姐，阿坤现在真的挺可怜的，他是可怜，那你不可怜啊？好不容易把婚给退了，他又回到这里，那今后怎么办？有个他，你还讲得清吗？难道你以后嫁人还带着他？子欣姐，真没想到又给你惹麻烦了。帮你们我是心甘情愿的，又是那个赵玉红，真是个书呆子。 陈老板，镇上这两天出大事了。我们今天到县政府，当官的那两个言行书生讲，我已经晓得了。你讲讲，他们这是不是胡闹？啊，把生病的人都抓起来，而且还关到一块，这就能让其他人都不得病，千古奇谈，贻笑天下嘛，这是。啊，愚蠢，就是。 就是愚蠢，哎，那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书生，哎，胡子还没出齐呢，就在咱镇上指手画脚。我说的是你们愚蠢。瘟疫不是土匪，土匪要的是你们的钱，瘟疫要的是你们的命，命都保不住了，还硬着脖子讨价还价。 依我看呐，这两个书生比你们有见识。哼，如果瘟疫控制不住，谁也躲不掉。陈老板，您的意思是？照人家的意思办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看前面，这家人可难缠了，明明有病人，死活不承认。 啊，不要急啊，我们要有耐心。
阿叔啊，阿叔啊，我们是县政府的呀，啊，我给你们讲啊，啊，这个瘟疫啊，是啊，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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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已经没有吃肉了，我什么该回头咬他一口啊？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啊？看来咬的是不重。待会儿啊，你去做饭啊。我不饿，谁饿谁做。 大家一起吃，这赵一红把阿坤留在茶馆也不管，又添一口人吃饭，也不知道这该死的瘟疫会闹多久，又和他没得省着吃了。吃饭吧，志焕，先吃饭吧。 志化，怎么了？戴县长和一红先生挺不容易的。我听水生说，一红先生被人家放狗咬了。是吗？怪不得他丢下阿宽不管。啊，这书呆子也蛮可怜的。 你心疼啦？你心疼奕宏先生了，对吧？哇，这书呆子不晓得哪里修来的福气，你去看看他吧，神得你心神不定的。好啦好啦。 你带上些饭菜，就说是我让你送给戴县长和他吃的。嗯，哎，我告诉你哦，我是心疼你，不是心疼他。等到你们真的办了喜事，我要你们还我两缸米。紫欣姐，来了。芝桦姑娘，戴县长。 紫欣姐让我给你们送点吃的。哦，快来里边请。等一下，头儿，你不是想听琴吗？咱们砸开门进去不就行？少废话。 你们走吧。戴县长、易红先生，嗯，你们都已经收拾好了。谢谢你啊。哎呀，这个子欣啊，虽然脾气大了一点，但是饭做的还是蛮香的啊。嗯。哦，芝桦小姐，代我们俩谢谢她啊。 好的呀，真想搬回连云茶馆居住，那样就可以天天吃紫欣姑娘做的饭了。这饭是很香，但是啊，我就怕紫欣这个脾气又犯起来啊，又罚我劈柴。哎，说起劈柴，我想起王大志了，全是因为他把我害成这样的。你等他回来，我一定找他算账。戴县长，易红先生，我该回去了。我送你吧。 你歇着，我去吧。虚伪，啊！刚才还狠心让我去做饭呢，现在开始装好人了。哎，你的腿这个样子，你送得了人啊？我还不晓得你想什么。哦，不用送了，我自己回去就可以的。哎，那怎么可以啊？戴县长，辛苦你了哦。去，走，芝桦姑娘。
紫心姑娘做的饭就是好吃。哎，茶馆关张了，若贤小姐她还弹琴吗？芝华姑娘，啊，您刚刚说什么？你身体没事吧？哦，我刚刚忘记了一件事情。 麻烦戴县长把这个转交给易红先生。哎，真漂亮，这是你？不是，这个是我妹妹绣的。芝华姑娘，我刚才是问啊，这茶馆关张了，那若贤小姐她还弹琴吗？ 许少，你去帮我找易红先生，我想请他帮我写一个牌子挂在店门口，就写上茶馆得关上一阵子，请茶客，谅解。对，谅解。易红先生不是被狗咬了吗？怕是不方便吧？要不请许小姐写吧。好的呀。那好吧，那就麻烦许小姐了。 许少，啊，找个牌子。哦，写到了。老板，这是我父亲的记事簿子，是我离家的时候带出来的。本来只想留下父亲的字迹，今天看到阿宽，忽然想起来这簿子里记了很多的药方子，你看。 你看这篇，许小姐，我哪里看得懂？我要是大户人家的千金，我就不用开茶馆了。哦，这个方子上面写着“湿邪”，意思就是说专治呕吐、发热、腹泻。我父亲记得这些方子，都是祖上传下来的偏方呢。许小姐，你就讲明你要做什么吧。 戴县长他们只把病人关起来，总归不行。试试这些方子，兴许能救人呢。要是能随便试的吗？试出毛病那怎么办？许小姐，要不让水生带我去找戴县长，兴许能有个周全的法子。啊，好啊好啊，我带你去。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呐！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我等了你一天了。水少，怎么不把门关上？ 老板，既然你的茶楼已经开门了，那就请我和戴县长进去坐坐，我有话跟他讲。水生，招呼客人。
水生。干活去。许小姐，看看您父亲的记事簿有没有治心病的方子，心病不治恐怕也麻烦得很呢。对不起老板。戴县长，哪里有若贤小姐咱俩就在哪里遇见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不奇怪，因为你喜欢他的琴，我也喜欢他的琴，而且我们两个都喜欢他这个人。那戴县长准备怎么办？那要看许小姐她是怎么打算。可惜这里没有酒啊，要是有酒我真想跟你一醉方休。酒我一定喝不过你。掰个手腕。你赢了。我晓得了，你们读书人啊就这里厉害。我早就该听我爹的，好好读书，也许我就输在这里了。今天你真的赢了。若贤小姐，等这该死的瘟疫过去了，我就请我爹差人来提亲，我要娶你。戴县长，这是我爹爹生前留下的一些药方子，您看看，也许能救人呢。戴县长，从明天开始，我带人帮你抬病人。谢谢你，陈少爷。许小姐，你愿意今生今世和我相伴吗？本来应该找个更合适的时间，赶在了这个档口上，不抢不行了。我没有家产，今后的命运也不知会是怎样。你想想好，只要你不觉得委屈，嫁给我好吗？
我只当你是大户人家的千金，没想到你还吃得苦受得累。多亏了你爹的药方，我听史生讲，庙里的病人有些都见好了呢。你可给镇上立了大功呢。光靠我这药方哪能行？大家有力的都出了力。哎，老天保佑啊！那可不是，就连陈家明也立了大功呢。单靠戴县长还有赵一红，这么多病人家眷闹得要死，他们哪里管得住呀？哎，你先吃饭吧，来。若贤啊，我们相处了一些日子，讲实话，先前我还觉得和你很难投脾气呢。我是个直肠子，急性子，肯定有说过哪句话不好，得罪过你吧。子欣姐，你没有说过得罪我的话。吃吧，吃。若贤，一边是大少爷陈家明，一边是戴县长戴思远，你好为难吧？我能看得出来，他们俩都蛮喜欢你的。这事要是放到我，我也为难。要我看，你喜欢谁就喜欢谁。现在都讲婚姻自由了，不要折磨自家。你先吃吧，吃好了再慢慢想也不迟。若贤啊，我能看得出来，你喜欢戴县长吧？你俩都读的书，我看他听你弹琴那副模样，哎呦呦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你就答应他吧。哎呦，吃啊，多吃一点吧。来，吃呀，趁热吃。加茶吧。兄，你到底听清楚没有？这到底是知锦送的还是知画送的呀？知画给我的时候讲，是知锦绣的。哎，知画就是这么讲的。那我该怎么办呀？什么该怎么办呢？明天我请你喝酒，哎，这可是你自己讲的啊！啊，对于女人啊，我比你还是要懂一点的。这个江南女子啊，那是出了名的含蓄的，心里想什么，不直接讲出来的，总是写个诗啊，画幅画。或者是绣个什么物件，来向你暗示，让你猜。你明白了吧？哎，这上面不是绣的明明白白吗？你看这个女子，她是像织画还是像织锦？像织画，哎，不也像织锦？希望是织锦还是织花？我真没想过。但他们姐妹俩都蛮可爱的。哎，一红，你讲什么？我可告诉你啊，
一夫一妻制的法令去年才刚刚颁布的，政府官员知法犯法，那可是要罪加一等的。那你更应该告诉我，这是谁送给我的呀？是知锦送的。为什么？知画已经说得很明白了，是知锦绣的。香啊，小姑娘面子薄，不好意思，所以自己绣好了，让姐姐送过来。哦。不过啊，你去哪啊？肚子疼，解个手。哎，你还没跟我说清楚呢。一定是知锦。谁？知锦。少爷。娘。娘，饿死我了，给我弄点吃的。你还知道饿呀？早就准备好了。哎。哎，等等，佳明，我去，去陪你爹说句话。去去。爹。把你脖子上的这个东西摘下来，扔到外边去。哎，没听见。我让你扔到外边去，爹，我明天去破庙还得用呢。听我说，从今天开始，半步不能离开家。等瘟疫过去以后，你想去哪儿去哪儿。那不行，我已经答应戴县长帮他们抬瘟神了。答应谁也不行，不知深浅，还抬瘟神呢？哪天瘟神把你给抬走了？佳明，听你爹的，不许去。娘。我已经喝了许小姐的药了，没事。我看你呀，早就喝了许小姐的药了，魔怔。爹，这可不能怪我。我娘还没生我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得了魔怔。这你们爷儿俩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听不明白？哎，爹，我娘还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得了病啊！吃你的饭吧！佳明，你这是哪儿不舒服？娘，我没病。出去，你别进来！我跟你说过，你离我远点儿。怡红啊，我一直在泄水，身上忽冷忽热的，一定是传染上瘟疫了。你必须离我远点儿。哎，你就是自己吓唬自己。这瘟疫是传染不了我们革命党人的。如果明天早上我还不见好的话，你一定要把我送到破庙里去。我跟你讲啊，现在是紧要关头，把你关到破庙里享清闲，叫我一个人对抗瘟疫，你想都不要去想。就算你染上瘟疫了，你也得躺在家里给我看家的。这次恐怕要让你独自战斗了。以后我
想过很多种自己的死法，都是牺牲在革命的斗争中。我怎么也没有想到，却要死在瘟疫上。我认为对抗瘟疫也是革命斗争。幸亏那天我已经对若贤表白了，我喜欢他。要是连这句最想对人讲的话都带到坟墓里去，那该多遗憾呢。若贤答应你了吧？你也早点去跟知锦讲吧，这瘟疫不长眼睛，他不管你有没有娶媳妇，人生一世连这句话都没有对想讲的人讲过，可真枉活一场啊。戴思远好像也被传染。是你的人把戴县长送进庙里呢，还是我的人亲自去送的？县长，什么意思啊？戴县长在政府啊。抓瘟神官病人是你们政府的任务，不能因为戴思远是县长就网开一面了。问问你们自己的良心。陈少爷，我们非常感谢您在危难之中给我们鼎力相助，可是要把戴县长抓到这里了，那政府的事情怎么做呀？而且抗击瘟疫刚刚起舞起，
别忘了你们对老百姓说过什么，切勿隐瞒，如有不仁，以窝藏之罪论处。随风。